现在的综艺节目真的是越来越随心所欲了，尤其是那些带有一点点两方独立形式的，哦哟，那简直就是输赢全看主持人心情。这不，小酷最近又新发现了一个网综，可以说是从主持人到嘉宾都任性到了极点。昨个全新网综《开心相对论》在上海举办了开机仪式，主持人吴宗宪携一众嘉宾刘维、陈汉典、张绍刚、李彩桦、刘萌萌等现身为节目宣传造势。本来呢，小酷我以为宪哥肯定会怜香惜玉，会支持咱们女嘉宾这方，但他昨日却放下狠话，让谁赢全看他心情。他们在这里啊，一个男生跟女生的答案永远都不到位，正确的一个答案，所以呢，这个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绝对不会出现在本栏目。哎，我们就是完全由自由心证。我说了就算数。哪一边对我好？哦，那不见得哦，这边是还没开枪而已。这么一来，结果可就扑朔迷离了。其实不止宪哥这么随性，来的嘉宾们也很随意。刘维本来该是男嘉宾阵容的，不过小酷我昨日瞧着，怎么都觉得他临阵倒戈啊。毕竟是女性之友，支持女嘉宾也不是不可能的哦。不过应该没有啥，我该演的都演过了。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从一些不一样的层面上，可能会了解到，其实我的内心或者我的意识是另外一个人。那么其实说了这么多，台上最有戏的还得是陈汉典了。之前不少网友称他做人肉背景板，在康熙里一集节目下来都说不上几句话。不过今日不同往日，人家现在可是宪哥罩着了，江湖人称典哥。听说这次在新节目里要彻底放飞做自己哦。那是以前，我现在是不会做自己。至少我跟在宪哥旁边的时候，那不得了，完全是开心场、开心肺，所以你会看到不一样的我。OK。他会没有，我现在遇到 S 姐，我还是非常尊敬，而且他最近这个电影要上映，痴痴的爱，对不对？大家支持一下，对吧？5月27号，这个很重要。点歌呢，所以我觉得综艺是很乐器的，这个非常谢谢浩哥，让我在电影里面当了点歌，所以我觉得会比较不一样，所以在这个开心相对论里面，会让你们看到不一样的。全娱乐期待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。上海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